可以玩一个不正常的，后面玩个正常的嘛？到底是要玩哪一种呢？我们都没玩到正常的，这是练习赛，要练习一这下是不一是般欢乐麦快赛服吗？说这是练欢习乐完赛啊，下礼拜二直接来一个不正常还是那个被没了？这是原始生存吗？哎、欸，生存喽，原始生存喽。哎、欸，我旁边就是矿坑。你连那个 UH 是一包，UH 是一包，你有动吗？哈子，没有。所以因为生存了，看谁先看手，看手，看手啊！Yeah，维纳，一般世界，每个人看到峡谷都会这样子在旁边看，都会啊一下，哇，为什么会有苦力怕啊？真的啊，真诚的，没看过苦力怕。怎么你是不是跌到两层啊？Data Peg 里面还有一层 Data Peg。布布，你好可爱哦！没有，我把那个 UHC 覆盖啊。我听到了什么？旁边有诸位，想到我打下去，可恶！在干嘛？有人在驯服马，有人在驯服马。哎，啊，打上面那个，打上面那个，打上面那个，打骷髅骑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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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死就骷髅马了。打骷髅骑士，打骷髅，超骷髅骑士，这是巴林呐。好像是地形哦，切西瓜想跑啊！骷髅骑士好会跑哦，太会了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啊，打到人了，打错人，打错人了，打不死是不是会回血？啊、对，会回血，除非他肚子饿吧。跑不见，为什么直接用飞的这个？哎、欸、笑，感觉他回不了血了。骷髅骑士好会跑，掉下去，哎、欸、笑滑，哎、欸、笑滑，躺在洞里面就被围殴致死了、哦。这是僵尸吗？还是？把这层那个整个档案都完成给你好了。有僵尸马这种东西啊？稍微动到一个东西都不行。只用生那个召唤的。有啊，有僵尸马，也有骷髅马。嗯。我想说，我没看过僵尸马，好帅啊！哎，没看过是正常的。嗯。那有没有看过这个？他。哇！好大！好大！谢谢。好冷吗？好大！好大！好绿哦！鳕鱼。好大，那是我几倍啊！哇，太大了吧？这么大？它真的很大、啊。这个巨人它五十滴血吧？就是巨人好小、哦。没有啊，一样大啊。嗯，它没有，它没有再分更大更小吧？你说巨人僵尸宝宝吗？巨人僵尸宝宝，感觉它就是有这种东西吗？我先试试看。哎、欸，那我还没看过很大的小鸡骑士哦。很大的小鸡其实是什么概念？所以可以吗？可以，可是在基岩版才做得到。那就是巨鸡骑士了吧？巨鸡骑士。基岩版可以改任何生物，改大小。好帅哦！嗯、这是只换 Melon 的部分，应该可以了。啊！想大要想要大，想要小，随你高兴。好了，是吗？小哦，中药型嘴，真的、欸、哦。艾莎型的是什么鬼啊？所以中药型的是要再涂。大难超人 working 怎么没动？我没有东西，我也没有，都有复制的哦。我都没有哦。什么东西？什么我也没有。啊，有的。耶！消水型，艾莎型者没有用，没有消水没有用哎。中药型者是什么效果啊？没有，现在都没有，现在都没有。反正我们先玩一个正常的，正常的，先玩正常的，先玩正常的。好，就留一点梗，嗯，下一次才有机会玩。好，没有效果行车，搞不好就上。这次又有效果，只是好看用而已。这次又进完这个会太快吧？中看不中用行，上次也很快啊，超能力。现在就是他们在测试各种的啊，各种行者，各种行者，哇，半边水域 哦，这是不是就很眼熟啊？嗯、每次看到这种都觉得好眼熟，好像似曾相识。这个不是上次的那个，欸、没有、啊、买一块地图啊，上次没有这种，不是新的，不是新的。等下说，中间有一个沙漠遗迹，那个丛林遗迹。哇，这个也太眼熟了吧！哇，这地图都眼熟、啊。快还是慢呢？都可以。快还是慢？来个慢动作。哇！全部缓速完，
玩半个小时。那我们讲话要不要放慢？讲话都要慢慢慢慢的慢，不然那个、啊、有金头颅啊，金头颅、啊，哇，好太慢了，哎、啊、有没有随机箱啊？要不要开？要不要每个人都 slow？慢慢点slow啊，移动减速跟挖掘减速吗？这样子要打好久，还是不然可以？不然这样子好了，这样慢慢，这样好了，不到。缓速可以啊，其他比较好。哈哈，四对啊，这么多吗？好哇，好死啊！气死我了！这样跟我一对不就很可怜？不会啦，一开始说打人有那个金头颅是直接可以吃的，它是一个书本，按点右键就可以直接吃掉，打下去。好，然后有随机物资箱。好。好啊，好啊，耶！胡子，重要，重要，重要，我以后都要说我是重要团团了吗？重要团，重要团，重要团 ，Welcome to Kitty， 啊，两个人，两个人 ，Go Go， 刚说重要财权了。我不要打，下去！你们给我下去！下去！不要！我不要！下去！下去！韩静，不要动啦！韩静，不要动啦！动！我不要动！下面！下去！我不要动！下去！我帮你！我帮你！我帮你啊！我是我们，我权限最大，怎样？太神了！他们都我拉的，太。喂。健康路线、啊？为什么你被拉到边边啊？啊？什么被拉？刚自己下来的还是被拉的？我没有，我没有动啊！啊，你被拉了？被谁拉、啊？好坏哦！应该是杰克吧？他想要把我们拉下去，就拉不下去。我帮 你拉上去。好，马上就有钻石了。那个箱子运气也太好了吧？哎、欸、咻！干嘛、啊？都好慢哦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讲话要慢慢的。应该是中药头有没有？中药头听起来很像药头，很奇怪、啊。就是药头啊，怪怪的。哎、欸，笑脸脸，你要不要吃这个？这一批很纯哦、欸。而且你那一次真的是说杰克那个啊，怪怪哈，那个哦。超猛哎、欸！哪一个啊？之前呢、啊，我最近精华要剪出来啊，因为那时候还愿还没上市。哦、嗯。就那边说啊，不然就要开试一下嘛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。哦，你有点忘记了。对啊，那是不是有点久以前的？那是初二的时候的事情。哦，那蛮久的，那是蛮久的。很久啊。对呀、啊。我们是不是该去找箱子了？走走走，箱子哇，哎、欸，可以跑跳啊，跑跳比较快，跑跳会快一点。嗯，跑去哪？没事，差一点，还好有慢一啊，走还好走得慢、啊，不然我就摔死了。找不到你耶，哎、欸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、哦、我看到你后面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往这边 走，往这走，飞视铁镐。他们的运气怎么都这么好？甘蔗哎、欸，拿一下。好哇、啊。虽然我觉得这一场应该不会玩很久。我是这么觉得。哎，箱子。啊，有铁镐了。哎，可以给你了。掉。那是你哦。你的为我的家。你的都为我的家。我刚好看到你啊！哦，我看到你啊！嘿嘿嘿！哦，好不习惯哦，真的超不习惯。
哎，约死了！哇！哦，你伫家哦，好，麦叮当你好利。为什么被合啊？因为有两把哦，一人一把最公平。走啦，没、欸，该走了。哇，他有一颗金头颅了。对呀、啊，凶啊！而且哦，哈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没受，他没有损血，没反击到哎、欸。对啊。太神了，嗯，还有哪里有箱子呢？哦，我看到杰克了耶！我看到他的哦，杰克跟他哦，对呢，他跑到树上了，阿基又有钻石了。哎、欸，你刚好在那边挖木头吗？没有，我没有挖木头。苹果哎，哦，你可以拿着一下。我们两个是不是又走散了？嗯，我们又散了。在接近哪里？我在接近水边。我也在水边。好，我这边有两头羊。我这里有一头猪，看来是不同的水呢。我在边界旁边啦，我在边界旁边。在边界边边。哎，都一样。嗯，那我们就。等一下往中心点走吧。哦，负230，负210。哇，我还走错地方。哦，负201，负242。哦，那走这里好。噔，有牛哎、欸。箱子都被拿走了，是不是啊？没箱子，嗯，嘿咻嘿咻，哎、欸，看到人在动哎、欸，巧克力，你，巧克力，他跑去，哇，钻斧哎，我天哪，凶哎、欸，所以他有看到你吗？看到了。所以他在追你吗？没有，我在追他。哦，我以为……哎、欸，我看到你了。哈？哦，那小皮在哪？看那边。哦哦，找他玩啊！哇，找他玩。哦啊！嘟嘟嘟，这有点高。咻咻！不行啊，前面几场都是玩那个走路都有铺方块的，现在都会习惯想要以为会有方块会下去，就会生成。走这里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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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哎、欸，他下去了，看到他了，看到他了，他去砸你了。哇！哎、欸，哦，我比较惨、啊，他有吃掉一本吧？嗯，他吃掉一本了。对啊，哎、欸，你血扣比较多，给你啊。哎、欸，他没有钻斧，树上，树上。等一下再拿。所以他跟西他既走散了。是啊。嗯。钻斧。好吧，我们再去找别人玩吧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在哪里呢？他们在哪里呢？一手。啊，这好慢、啊，好慢哦，真的会受不了哎、欸！啊，他们会不会都，他们该不会都跑到洞窟了吧？不是吧？是吧？那你，什么鬼啊？嗯，怎么了？喂，没有，我想没事没事，你在哪里？下面，下面，另外一边嘿，后面，后面，嗨，走吧，我们随便走，嘿咻，噔噔噔噔，可恶，有一点想上厕所，去啊，可是我是想上大的。
那赶快死吧，我陪你。啊，赶快找人让我死，快点，我要上厕所。我看到人了，杰克，杰克，杰克，好好好，走走走走走，你先吃了，我吃了，我吃了，好。嗨，嗨，哎呀，怎么死掉了？他怎么就这么死掉了？我要上厕所，再找，再找，找人，找人。完了完了，上厕所，你怎么叫这么死掉了？哎呦，这个厕所非同小可啊！走了，Where are you？ 啊，在上了。哎，所以你刚刚那个书你有捡起来哈？有有有有，杰克。OK OK， 好好好，换你啊，换你啊！我现在血量还蛮多的。你在哪里啊？哦，你在树下吗？在哪？嗯，我在刚刚那棵树上啊。好好好好，我看到你了，给你给你。这本给你带去厕所用、哦哦。好，好，好险！现在的那个稍微舒缓了一点。好，我们可以继续找人了。刚刚在打杰克的时候，突然缩了一下，肚子在交响乐。哎呦，吓得人嘞！他们真的是在洞穴里面弄资源哦。哎呦，哎呦呀！要往下啦，是不是要晚上啦？真的哎，太阳不见了。那我们到中心点往下好了。好啊，中心点在负236。